锵锵三人行，格子，我觉得最近咱们应该多请教咱们李玫瑾老师啊，对，因为这个越发的感到这个精神状况不太正常，对吧？哎，对，李老师真的，你说其实中国十几亿的人口，过去有过一个数字，说将近一亿人得有种种的潜在的明见的这种心理问题，那么这个里面再加上可能会造成有危险的，对。我曾经去一个精神病院，因为一个案件去的时候，跟他们的医生和院长聊天，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春天啊是精神病的高发时期，所以呢我当时就问那院长一句话，我说你们这个春天的时期，你们这个地区你负责发药的人数在人口当中的比例是千分之几？那院长当时回答，不是千分之几啊，是百分之十几。天哪，这个也就是说，应该将近了这个五分之一。那也就是说，睡眠异常都属于对呀、啊，抑郁症、焦虑、躯体化症状，那就别说那些什么分裂了、妄想了那些严重的病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心理上的问题和这个精神上的问题，在现在这社会真的是比较，就是越来越严重。这可能也跟一个社会的变化呀，然后我们的这个各种失衡，对失衡，然后原有的这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被打乱。对，对吧？你比如农村嘛，它大量走了，城里的吧挤进来很多人，所以两边都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进城的人他没有根，也就是说父母都不在这儿，他得靠自己打拼，然后还得把父母得管接过来。而城里的人就觉得我们的空间被挤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他生活上都有一种压力感。哎，而且现在这个一直祸及到我们小师妹了，据说是、我师姐，你师姐，我的师妹，说这个女孩子最近在网上啊，太多人议论她，但是你知道，就介绍她的事情啊，我甚至咱们作为这个有公信力的媒体是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我觉得很诡异，就是这个女孩子，咱就不说她的名字，首先是在知乎上有一个网友。写他的故事，好像就是向人们求助，说大家要帮助这个女孩子。我觉得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这个女孩子呢，今年是三十多岁了。对，她呢，要不就是咱们武汉大学新闻系，曾经她是广电系的，广电系是属于咱们新闻学院，新闻学院对，是吧？上过四年，后来呢又上了过香港中文大学读硕士，对，后来呢又考到奥地利的一个大学，对，竟然还考到了奖学金，对。但是你这奇怪，他指控或者这篇文章带他指控的就是说，这个女孩子的父母亲多年来一直把她当精神病，想要控制她，甚至用了这个软禁这样的词儿，多次把她送到精神病院，以至于她到了奥地利的这个大学，她父母又找个理由把她骗回来，说给她买钢琴吗？我怎么听着他就有点不太正常的一个钢琴就能弄回来，对呀、啊、所以我们先看看网上流传的图片啊，就是我再次说明这个事情我觉得很诡异，事实到底是什么。你看这个，当然我们做了处理啊，就是这个女生，你再看下边，这个就是这个女生，就是有人说她的关在家里吃精神病的药，都现在都胖了，脚都肿了，你往下看，咱们再往下看，哎，那这个应该是没错的吧？这是你看他的武汉，这是零六年哈啊，对，是武汉大学拿到了学士，刘金南校长，对，然后你看这是香港中文大学，他的这个学位的证明啊，那么这个是奥地利的那一间大学证书，这是证书，对吧？你再看啊，这就是所谓他在家里残疾人证了，这是啊，据这篇文章投诉说，他父母还逼他办残疾人证。说要不办就把他送去精神病治疗啊，然后这就是他吃的药，你看这底下这个书架上很多药啊，很多药，这个是这个右边是这个药单子，处方单，哎，这个事你不觉得很诡异吗，李老师？不诡异啊，我觉得他就是个病人，这个当然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这个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从他这个整个的这个经历来看，就是首先我们大家明白一点，不是这个精神病人和这个智商不是说必然的，说高智商就不会得精神病，这是我们应该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有很多精神病人他非常聪明，甚至在某一个方面超出常人。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说他要如果一旦发病的话，他有时候精神病人他是没有一个很好自我意识的。所以他会出现一些让大家周围人看他很反常的一些
问题。我想他要如果就是说他完全是一个正常人，然后被父母迫害的话，那他身边的同学是不会没有声音的。哎，但是目前只有媒体的声音，没有。我是看网上讲，就说你说一他要真是精神病，他在武汉大学读书四年，好像还成立过什么自行车协会。自行车协会，对。而且当年的很多同学是不是也觉得他还是正常？是正常的，所以这几天武大校友会说去天津再去什么解救他呀什么，我昨天特地在群里问，但是还没有人告诉我最新的进展。但是他已经离开父母家了。我听说好像是的，就是没有人告诉我一个确凿的信息，这就很诡异，因为按理说我们都能打听到嘛。但是我听到的消息目前是天津校友会和北京校友会已经去找他了，去核实情况。你是哪个校友会的？我咱们俩可能可以单独组一个枪枪校友会。武大枪枪校友会。对、你是会长，我是会长助理。你怎么也得秘书长啊？秘书长是吧？书记是书记。然后再把这位把这位同学拉进来。对，真的。哎，不，李老师，我们得您坐这儿。咱先得把师姐的这个精神健康问题搞清楚。对。那你跟校友的打听，你的判断有什么？我的想法不太一样啊，我跟李老师的想法不太一样，因为李老师他这个判断他精神有没有问题是很专业的，我呢这方面确实是不但业余，而且是我自己有精神有没有问题我都不知道，对对对对，是吧？所以这个我能想到的呢是这个极端个案，它这个有时候具有分析的价值，有时候我们得从个案跳出来，就是说这个现象为什么引起了就是比如我这一代人这么多人的强烈反弹。而且你知道以前的时候豆瓣上2008年建了一个小组叫做父母皆祸害，这个小组一度非常的大，就这个师姐在那个小组里面的，在豆瓣上。然后这个小组很有意思，它是那个它这个名字取决于那个英国作家叫尼克霍恩比，他写的一个叫《自杀俱乐部》的一本书。这个书很有意思，四个主人公，四个主角，其中有一个主角叫杰斯的一个小女孩。这个杰斯这个在回想他整个青春期为什么失败了，因为他们组成自杀俱乐部想自杀嘛，他整个青春期为什么失败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父母皆祸害。这句话呢在这个两代人之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就有很多这个五六十年代的人，你凭什么说父母皆祸害，我们这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你知道多不容易，我们替你做这个决定做那个决定。实际上呢80后90后这一代呢觉得说我要的可能不是你的那个决定，是你放手。所以我从这个事儿，因为其实体现的是这个学姐和她父母之间的一个冲突嘛。具体的家庭内部到底怎么回事，她是不是精神病我不知道，她父母是不是有问题我也不知道，但是仅从可以看得到的来说，你可以知道这两代人之间有着巨大的认知差异。对，现在呢好像是网上我也是看到有些人呢甚至对这个校友会，咱们这校友会有意见，说你们也不是精神病专门机构，就说这个师姐是吧，她到底是什么情况，假如真是你们采取措施把她这个给弄出来的话，你们负不负责任到底、你们负不负责任。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你看它里边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啊，就是说她的父母并不是很富有，对吧，然后呢父母甚至就是像他父亲可能也不是一个很能说的，或者说一个是他母亲比较强势，对，强势，但是呢就是说家里并不是属于那种非常有知识非常有头脑非常有钱，他不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他们家庭不富有的话，他凭什么要把孩子送到医院里，每个月还要付这个医疗费？因为你知道他要住精神病院那是要花钱的，对吧？当然你可以说国家会付一部分。我先插您一下，就是说这个在种种行为当中啊，你说把家里人送到精神病院有可能会发生他明明是个正常人，有，但是就送去就当精神病治，有这样的，比如说他有特殊的目的，就比如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个女性呢，她是这个上海的，然后那个知青是一个边缘地区的，她想回上海，然后她跟他结婚之后她就说这女的有精神病，后来就因为这个问题，这女的在上海做精神病鉴定，这边说她有病，后来她跑到北京来，北京鉴定说她没病，结果就这两种情况下法院没法判了，也就是说该不该离婚，就是这个，所以我就想说的确实有这种搞不清真假的问题，就所谓被精神病嘛，那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我想要你的财产，比如说这个妻子和丈夫关系啊，然后她为了把丈夫的财产移到自己名下，她也是通过各种症状来说她有精神病。她这家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学姐啊，这个描述她的母亲啊是跟她的丈夫是极度的不和，所以她把自己的一生的不幸都归咎于她的丈夫身上，而她认为呢，这个学姐呢是丈夫的孩子，就她不太认识自己的孩子，所以她当她虐待打骂这个学姐，不是亲生的，是亲生的，是亲，但是从心理上，她觉得这是这男人的孩子，
啊，然后呢，所以当他去打骂这个学姐，甚至这个有时候无端的去奴役，我奴役这个词我可能用的有点大了，这个时候他其实是。是有这样一种心理在的，所以这个学姐说她其实是很想找一个人一直使唤着。不是，你这个材料，你这个材料是现在这个女孩自己本人说的，还是她身边的同学说的？是红星新闻去采访的时候写出来的。采访这个女孩本人。对，采访到了。但这个确实，但是采访本人也是她这个人自己说的话，对吧？自己说的嘛。所以这个话只是单向的，你不能相信。这个就很麻烦。很麻烦。你比如说精神病，我当然没有这个方面的知识。但是是不是咱就听说要把你强行送到精神病院？精神病的问题是在于你说我不是精神病，越看你越像。对，有这种，真的也有这种情况。不是，但是咱们精神病院这么不专业吗？难道不能客观的断定一个人是不是真有精神病吗？他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类精神病是很容易识别的，就是他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的这一类是非常容易识别，这不需要那个专业，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识别。我以前曾经参加过咱们这个凤凰一个节目，就是《一虎一席谈》那节目，我曾经谈过这个案，这类的问题。也就是说，最难鉴别的是那个边缘状态。边缘状态呢，它什么样呢？就是说，它可能就介乎于正常和异常，它可能一会儿正常，一会儿异常。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叫间歇。这个间歇呢，它的当然间歇呢更多的，比如像这种癫痫类的比较多见，但是分裂也是这样。比如有些病人他发病的时候，他的行为是非常怪异的，他的怪异不一定有危险，但是他很怪异啊。比如说他会突然出现在你的家里头，然后他当你吓一跳的时候，他很高兴开心，他笑笑就走了，哎，这个。然后像这种情况呢，你说是不是需要送到医院？送到医院，送到医院，你服药吃了一星期、两星期之后，他又很正常了。然后你问他为什么到人家里，他说因为那女的长得很好看。那您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精神病犯罪之后，实际上是不会去承担很重的后果的嘛？那如果犯了罪之后装精神病，这能看出来？这个现在也是这样，就是这是我也是和一些专家一个争议的问题，就是我从犯罪心理学角度是能看出来的。但是如果从精神病角度来鉴定，是也比较困难。就是说我看他如何作案，他的目标、他的选择、他的工具以及他的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包括他对这个侵害对象的选择。那么，如果从这里头，我们是可以看出哪些是属于有控制力的，哪些是没有的。但是呢，想说明一点，就是说有精神病的人，他有时候也会在这个交叉之间。也就是说，这个精神病人他也会有他对这个事件他有记忆。然后他会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应该这么说，我以前也谈过这个观点，就是有些精神病人他并不一定犯罪。事实上，真正的精神病人犯罪并不多，但是精神病他有一些类型，他会有妄想。比如，我认为这个女孩她就有点妄想，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话都是她单向的，所以她我们所知道她的父亲母亲都是她说出来的。她说出来的话呢，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去核实。就刚我讲了，这个家庭本身不属于很富有，她把一个女儿就这么一个女儿。送到精神病院去，他得到什么？他为什么？也就是从动机你找不到任何理由啊。哎，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那李老师，我问您，比如说啊，我现在需要潜入精神病院，我一个正常人，我能不能骗得这个精神病院的医生？他认为我就是精神病。这个问题当然可以。为什么呢？就是这也是一个精神病的他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常用的哈，这个精神病诊断手册已经改过的修改版已经第五版了，它每一版它大概都要改过两三次。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精神病的诊断手册它已经改过十多次了。麻烦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它这里的很多问题非常复杂。因为精神上的疾病呢，比如说我就说精神俩字呢，它实际上是我们心理学想要研究的术语，像人的感觉、知觉、注意啊、思维、记忆，然后包括你的信仰，包括行为，然后包括意识，这些问题都可以什么呢，叫单独异常，也可以混合异常。所谓精神分裂就是混合异常，它的知情意三者全乱了。但是如果单独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最常见的，你到协和去，如果你鼻炎，你到协和挂什么科呢，它叫变态反应科。鼻炎变态反应什么意思呢？变态反应就是说我们大家这个，比如说这桌菜咱们都在吃海鲜，可是别人没事，你第二天起一身大包，过敏、啊、过敏，对，这过敏的这个反应就是属于非常态、啊、非常态，也就是说你对这一类物质过敏。然后呢，我比如说这个注意力哈，像孩子有时候多动症，我们会发现这也是一种，就是他就坐不住嘛，
小孩特别多见，肾上腺分泌还没有完全成熟。那么还有比如像信仰的这个异常，那你看邪教，很多人他很正常，可是他就能被忽悠的稀里糊涂。那是正常人被忽悠，还是本身就有点精神病的？他被忽悠到最后，他也不太正常。但是呢，你说这种状况嘛，如果说在正常人群当中，他属于不正常。但是你说他是不是病呢？那就是要说了，什么叫病？病呢，它很麻烦在哪儿呢？我们一般而讲，这个病都是属于要给药物的，比如抑郁症有时候也给药物，对。但是精神分裂是肯定要给药物的。然后还有一些啊，但是有些病是没法给的，你比如说重度痴呆，你再吃药它也好不了，对吧？然后呢，有些就是你像抑郁症吧，它虽然吃药，但它不属于精神病，它只是属于一个抑郁症。但是他要如果在病的分类当中，他仍然算精神病诊断手册中的一类。那您说我们这个师姐啊，她是受迫害妄想狂。这个病是有什么特征？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信息本身来源我很质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记者的所有的报道的东西都是这个女孩自己的话，没有见到第二个。比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基层当警察的时候，就第一波来报案说我们这个车被人砸了啊，我们开在那个马路上，就是有人公然的砸车，车里还有客人。于是我们夸就开始调查这个案件。但你公共安全啊，你在大马路上坐着车，小面包车被砸吗？然后当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听这边被砸的这个，觉得这个犯罪人很猖狂。但我们把那边的人抓来以后，马上消息就转了。那边说是因为他有一次别了我们车以后，他找人把我们打了一顿，打得我很惨，怎么怎么样，然后所以我才找人报复他。你听完这话，你才明白这人原来也挺坏的。啊，对，我最早去到媒体去报道那个冲突的时候，一个前辈就跟我说，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同情任何一方，这里面99%的，说的不好听叫狗咬狗。我认为这个信息最大的问题就是单向的信息。他只采访了这个当事人，他没有采访任何，比如医生，比如他父亲，比如他母亲，他都没采访。他的同学我觉得有很多都是过去的，也就是说咱俩正常的时候是同学，等你发病的时候咱俩已经分开了，我怎么知道你发病情况？但是您看啊，这个人在我们武大上4年学，香港中文大学又上几年学，对，那大家都没觉得他整整六年呢。对，他在大学生活里好像表现出没人说什么有什么不对劲。这个我他具体发病时间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只是这现在就这么一篇报道。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有一些精神类的病，它和这个性发育有关，也就是说它随着激素啊或者什么有关。所以这个女孩呢，她要如果是正常的话，她应该早就交了男朋友，而且这个男朋友应该知道她正常与否。而且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只能用排除法，也就是说这个信息呢，我首先看到他是一个采访，就他当事人，单向信息，这第一点。第二呢，就是说他的父母并不是很有钱，却把他送到医院里，他得到什么好？也就是多次送的。这个孩子他本身把他送到医院，如果我能得到他名下的什么东西，或者送到医院我能得到什么？啊，再怎么样，他的父母也应该有点功利目的在里边嘛。可是他要花这个钱，每天付到医院去，这第二个是什么？所以我再讲第三个，他的生活到现在也不是太正常。所以又想说的什么呢？不是学历高他就不能得精神病。现在我们大家就觉得他有这么多的武大的学历、香港的学历，然后又国外留学，不是说这三个就证明他一辈子不会得病的。啊，我有点不同的看法。当然我和李老师我们都是基于这个一篇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报道来分析这个事儿。那第一点，李老师说这个比如说他一直没有男朋友这个事儿，我作为年轻人我是知道这个成为单身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很容易。你也很多年没有。所以这个事儿。他没有不等于没人追求吧。那我们都不得而知嘛。他还有一点，就是有些叙事当中很诡异的地方，就是说他到了奥地利读这个大学，说是突然啊有了身体检查，身体出问题，但是出的问题说是什么血液里重金属中毒，可能是什么眼睛什么晶体浑浊，但是又没有说是怎么就得了这种病。这有可能是吃中药，因为这中药是很多是这个富含重金属的，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我想说那就一个问题了，谁让他吃的药？因为那时候他父母没有跟着他，对吧？我其实但是可能跟父母还是有接触。我其实想说的是这个父母这一方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一直觉得他的父母是有点问题的。我为什么一直觉得父母有问题呢？刚李老师说他没有这个动机嘛，我反而觉得不需要一个动机。就是一个人，你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也成长得不好，可能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自己也没有被教育好，然后呢稀里糊涂的就结了婚，结了婚之后发现跟这个人也不合，在这个过程中呢，双方心里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后这时候呢稀里糊涂的有了孩子，有了孩子不会让一个人变好，
有了孩子不会让你天然的成为一个好父母。我们中国人特别爱强调说孝心嘛，孝心好像就是一个大前提，你就是不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我们对父母得有孝心，但是不代表着父母都是正确的。哎，这个是两方面的问题，就是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格子讲的这个角度，网上确实有啊，现在很多孩子啊觉得父母皆祸害。对，你比如有些时候作为父母的那种偏执哈，我也是不能解释。比如说有个女孩就是说她妈妈，她都结了婚了，她妈妈还要控制她，怎么控制她呢？她都怀了孕了，她妈妈就天天逼着她吃吃吃，吃居然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她妈妈说，你姐姐生了个孩子，八斤八两，你生这孩子要到不了八斤呢，就不行。那是不是你这，她就，你像我看到网上有些人就这么骂自己的妈妈，说我妈妈怎么是这样一个人？这能解释吗，李老师？我这个，比如说我前不久在那个央视的《今日说法》做了一期那个未成年犯罪的案件，就是一个女孩也是这样，最后把她妈妈绑在家中，导致她死亡。那么像这个案件，它很正常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当时在青春期，然后她很逆反，非常逆反的过程当中呢，她当时也是有一个同性恋的一个对象，于是她父母就觉得她交了这个对象导致她青春期学坏，所以后来就想把她和这个对象隔离开来，于是把她送到了一个所谓的那个就是。是什么戒除网瘾的那种特殊学校，那种学校你知道他没什么资质的，结果这女孩在那里被电击以后出来以后非常恨她父母，回来以后呢她父母还在想劝她要回心转意好好进学校学习，结果她把她妈最后控制在屋里，最后导致她妈死亡。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认为是有逻辑过程的，她很正常，也就是说她父母也在管她，但管的方式不对导致她对父母的反抗以及最后导致母亲的死亡。可是这个我觉得这个病例当中好像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对，她不具有这个，就是父母祸害她，我认为她可以代表一个人群，就是说可能母亲没有什么，父母没有什么太高的那个受过教育啊，没有太高水平的教育，然后呢对于教育孩子没有什么方法，但是他们爱孩子呢让孩子感觉到很压抑，这时候的这种冲突这是可以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学生，他已经在武大上学，已经毕业了，然后在香港上学。他在这两个阶段都不在父母的控制范围内，包括他后来又出了国，对吧？包括他说软禁在家里，不是说也是中午有几个小时的放风时间，他可以外出。他是有自由的范围的，那凭什么你都拿了文凭了，然后又回来成为病人？我认为这个逻辑是很难成立，就有点怪。如果他没有病的话，是不会把他送到医院里。对，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李老师，综合刚才格子和你的怀疑哈，我就问，有没有那种一家子都不太正常的案例？有啊，父母子女都不太正常。一家子都不正常，还有点夸张吧？一般就是一个，也就是说，当他一个人要如果出现精神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他的上面的这个遗传上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的或者是父亲或者是母亲有异常，甚至还有隔代的。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很恐怖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种从外国到中国全世界人的一种恐惧，就是说啊，被强行送往精神病。实际上前些年这个历史上都发生过啊，整人也是一大手段呢、啊，就要整你吧，弄精神病。对。但是这精神病院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是不是进去之后就那你要被认为精神病，电击你也好，吃药也好，你就是出不来。现在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在哪儿呢？就是因为这你说的这确实有真事儿，就是说这个当时不是说有一个故事讲的那个司机去运病人，结果半道仨病人跑了吗？跑了以后他就到一车站，就说你们谁到什么什么城市去，然后有人说我们就到那儿去，那就上车，他直接拉到精神病院了。拉到精神病院以后医生就过来接嘛，因为他知道从医院转过来的病人嘛，上手就接嘛，然后这仨人说我们不是精神病，然后不是，其中还有一个大学老师，他说我知道地球是圆的，太阳这个地球围绕太阳转什么的，这我都看出有问题。结果后来就是说他说的越多，当时就说这精神病嘛，最后就有一个人一看那俩都已经被整了，他就特别老实，然后他就开始让穿衣服就穿衣服，让进屋就进屋，让坐下就坐下，然后第二天给他刮胡子给他理发，他就说谢谢谢谢。最后那护士说哎，这人吧特别有礼貌，他也没有暴力性，感觉他不像精神病，后来这人出去再把那俩救出去。
格子以后进去了，知道这么我就知道了。对，人刮胡子说谢谢。这个就是，所以他确实也有，比如说我在2006年和那个就是精神，就是由于邱兴华的案件和一些精神病医生发生过争执，他们当时也说邱兴华是精神病，但是我后来是认为邱兴华是没有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有些精神病医生他的判断的标准确实比较肆意，他说精神病都是反祖什么兽性化理论，按照这个兽性化特点都是精神病，那我觉得像这种判断标准就很可怕。你记得邱兴华吗？我不记得。2006年，对，是不是那个道士？对，道观里头烧火的，把那十个人杀了以后，这个开膛破肚，然后墙上写字儿的，什么奸淫者先帝不容的。啊，那个。当时有人就认为他是精神病，但我认为那个不是，为什么呢？就是他整个作案过程是有辨别的，有等待，有控制，什么都有，包括最后反侦查的手段以及他逃出包围圈。所以精神病呢，他这个现象呢是比较复杂，在哪儿呢？就是说，像美国，他在法庭上涉及到这类的问题的时候，他都要两种专家来，一个是精神病专家，还要一个心理学家，因为他这个两个角度是不一样的。精神病呢，他更多的是以症状来判断，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看你要是感冒，它有哪几个特征？如果是肺炎，哪几个特征？如果是 SARS 是什么特征？它是按特征来走的。那么这特征呢，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可以伪装。哦。但是心理学不一样，心理学是按照你的这个心理的一些规律来走的。你在做事的时候，你这个行为代表一个你什么样的心理？所以你比如刚才我说这样的，我就看他的动机，我找不到他父母的动机。你知道吗？像那个女孩她就有动机了，是因为你把我强制关到那个戒毒的那地方去，戒瘾的地方去，她有动机，就等于这个被迫害妄想一样，可以学业很优秀。哎，对，她就是，也就是说很多高智商的人很容易出精神。让我怀疑我们现在有些名人有这个被迫害妄想。是是是是是吧？是是，这个很让我们想起很多人啊。